这个您买下来是多少？我买下来是130万多一点。看一下，130多万，这么大一栋别墅，大家心不心动呢？哇，看一下他们这儿这个房子，整成这个小洋楼的感觉。这个好像是才盖好的样子，后面我看一下，好气派呀！天哪，走，带大家去后面看一下。咦，这家看一下，没有住人，但是门前都已经开始种上菜了。这种是6200，当时一平。6200，那这个面积有多少呀？这个等等不厌，那个是二百七，这个是244，这是242，就是200多平方。这个是220。这是您家是吗？我住到这边。这边那啥，感觉空气好，而且这块的那个冬天您都穿短袖啊？没有嘛，这不是放嘛，热嘛。啊，房子里热。这在这块是烧自己烧地暖吗？哪个？地暖这两家安装，没安装，我是安装吃的嘛，没事。啊，冬天没事。这个冬天不冷是吧？可能有潮湿的也有。哦，看看。装修的话花了多少钱？40多万，简装是吗？简装的，你看一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这点还有点乱，这个是刚才刚搬进来，没事。嗯，谢谢，你好。哇，这个是中式风格。我们喜欢新中式。哎，这个您就是本地人吗？嗯，是本地，是的。哇，这个是今年才搬进来是吗？看看2017年买的这个200多平的这个房子，哇，真的是好啊！这个上去的话是走楼梯，4层。哦，4层。嗯，对，可以。嗯，看一下他们的厨房。楼上是带你去看嘛，没事嘛。好的，谢谢。楼上呢就主要是这边更多。2楼、3楼呢是那个两个卧室，标间，但是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改了一下。原来是这边带卫生间，我把这个卫生间给取消了，因为觉得说卫生间太多了，这个主卧的话带卫生间那些洗漱间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把这一间这个的卫生间取掉了，就腾出来比较好。哇，才发现这个里面好大。这个有多少平啊？这个房子，这个应该60多70吧。哇，6-70。嗯，就一个小户型的样子。嗯，都还是，特别是这个飘窗，这个挺舒服的。哇，这大飘窗，好像很多人都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嗯，像这种，看看，坐这儿摆一个茶具，喝着茶具，然后再收拾一下。卫生间也是蛮大的。就是衣帽间，那个卫生间嘛。哇，真的很大哎。嗯，这个您买下来是多少？我买下来是130万多一点。130多万。嗯，130万。它这个面积就只是一层的面积那样算吗？还是全部加起来？全部算的。哦。它就多少平嘛？不然它占地的话才你看69.77吧。240多建筑面积，建筑面积240多，占地的话才76-70吧。嗯，然后有个大阳台。啊，这个阳台很美。对，这阳台我们家就不想把它封掉，因为晚上的话，全部建窗的这个夜景都全部看不到的。好，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建窗的里面，这个建阳楼就代表是个建筑，宽达酒店，还有那个墨斗山，对。晚上特别美的，所以我是舍不得把它包起来。这个房子的是当时就是，对外销售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对外销售的。哦，哇，那你们家这栋房子，这个视野是最好的，我感觉。应该说中间这四家是视野最好的。嗯，这边还有一间，我才搬进来，东西都乱。啊，才刚开始收拾。看看这个后面有个，也有点露台，但是我们不封闭，就是觉得这个呢空气好一点。这个楼就是一开盘就卖完了？没有，我们买的时候还卖掉，那个时候还卖不掉，因
为那个时候，怎么说呢？他们这个是第一批嘛，别墅，我们县城里边别墅这种的第一批。你先吧。好嘞。所以是那个时候，好多还是像房地产开发，他们是第一家嘛。啊。所以还是质疑，然后就觉得说有点贵啊。物业费啊啥是不是比较高一些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正规嘛，因为还没有全部。我们这边住户是26户，26户全部入住的。所以呢，物业啊那些的还没有整好。这块离那个千石那个公园很近。嗯，这块的水质也很好呀。嗯，我们水都是上面那个矿泉水嘛，去提的，自己喝的，这些都是用那个自来水都不喝了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没有。谢谢大哥大姐，再见。啊，看一下，130多万这么大一栋别墅，大家心不心动呢？天哪，出来已经震撼到我了，100多万就能买着一栋联排别墅，而且还是4层的小洋楼呀。这个放到咱们城市里头，一线城市二线城市，估计100多万可能只能买什么1室1厅啊2室1厅啊这样子的。然后如果让大家选择的话，你们花100多万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剑川县买这么一栋别墅呢？山泉水喝着，而且1年4季的温度都非常的适宜。好了，今天的问题抛出来了，欢迎大家在底下讨论哦。各位早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条上停到了一个公园门口。哎，橘子，柚子，看那小家伙望着我，吱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虾兜兜，我现在在云南大理的这个剑川县，昨天晚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住车地儿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。这个地方就是剑川县的千师停车场。为什么叫千师停车场呢？这个是一个千师公园，它里面有上千头石狮子。然后目前这个地方现在是免费的。然后我们昨天进来以后，看见没，那个杆杆就是那样开放的，然后不收费。这块的车却停得非常的多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车子停在这里，旁边就是卫生间，然后卫生间里非常的干净。在我的车右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块还有那个洗手台。这个地方这个洗手台，哇，这个洗手池呀，这儿还有家，还有抽纸盒，包括还有洗手液，看看，真是配套齐全。然后在这个旁边呢，哎，看到没有，有人在这块接水，这个是他们这个山上的山泉水。这个停车场呢大概能容纳40-50辆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我的手机，看到没有，还有免费的 WiFi 哦，看这个信号还可以的。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卫生间，里面非常的干净。然后这块还可以插电，看到没有，那个地方。然后这儿看洗手液还有那个卫生纸都有，这地方就可以洗漱了。